吃完。第二碗香草冰淇淋啊！啊，我大概弄了没有？我无直播啦。嗯，他现在算直播主。你不是有订阅者？400多个。那算直播主吗？不算，直播是直播，我没有直播啊，我是录影而已，录播啊。嗯，第二碗冰淇淋。这样两个人刚好录得到。好，现在正式说，你看，以色列、美国、欧洲都打完，我们弄不到疫苗，内斗。我们弄不到疫苗。民进党内斗啊。他没有疫苗。没有。哎，没有要打，那空姐不打你，你举报。空姐有问题，打到问题。现在是 A D， 人家不要才生出来，人家莫德纳。靠呀，那那些打人不是水枪，靠人家不要人。北韩要的是要莫德纳，是要那个那个什么辉瑞、安徽后哎。那人家不要把它丢出来。对，人家 A D 没有人要，他血栓一大堆。那只有我们台湾人打。因为是没有人要才拿来台湾啊。啊，然后你如果地方政府采购是中央政府会把它先征收走，哦，你买了我那些打的不是衰的，原来是不要的。你像那个一个印度医生不是打辉瑞，再加打莫德纳就回印度照顾他爸爸，又死在印度啊。那啊，别说呀，因为印度病毒它是变异，等于是那个疫苗打完是没有用。嗯，那病毒一直变，因为印度的女儿她本身。人多挤在一起，感冒会死掉，有些人不会啊。好像我们不会啊，抵抗力强啊。啊，我就难过个一阵子就好了。每年都这样。没有遇过难过一阵子。啊，有时候到一个月都有。我去年去马街，进去我都先给他鼻孔挖一挖，他检查没过，没有。你去年那个是难过一阵子。有时候感冒。因为感冒就这样子，到最终感冒，他本身抵抗力强，一样也好啊。嗯
然后现在第二碗香草冰淇淋吃完，现在开始弄。打电话来了，来吃吗？开胃菜吃好了，来吃正餐。哦耶，我的去吃火锅。无效，迄开过第一次，迄规个角膜拢无效啊。开过第一次。对啊，我开二十多年啊。拄开始变远视嘛。啊后来就无咧保养，咱咧细胞会家己个生倒转来嘛。没有，我现在戴眼镜没用啊。没用啊，迄无效啊。它只是过千的，过千度。你要做几千？一千多啊。它现在比较多少？现在就不用理它。现在可能超过了。不理它最大。那你真的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会啊，就你不要一个东西压在鼻梁那边啊。我看不清楚你的东西。人生的、啊，你看这么清楚干嘛？它只要有个看的样子就好。那可是骑车比较危险，骑车还好，也没有撞几次嘛，还好。那可是你不能开车，多环境不行，开车不行。坐过程啊，坐过程啊，好啊。周志轩他眼睛也是，可是他耳朵有雾，所以他眼神其实他也蛮多的，他不是认错的。你看他这样子，他开心就好啊。人就是这样，你到一个城市都开心就好。一个人，每个人想法，他去面对他的病菌。嗯隔了十二个，有13个小时没吃饭，我14个小时哦，连续隔14个钟头，一起吃。他们晚上现在有吃宵夜？昨天晚上11点多到现在啊。宵夜。
带这台 A8 出来拍，它的 A8 问题就是说它电池容易过热。它什么牌子？三星。所以它出任务大概就差2个钟头就停止作战，要过热就休息。钓鱼很快就熟了，鱼肉比较快。我刚才猪肉先吃完了，换我了。好，换我。收掉了，你看我们去三重找货不见了，还是他我们找错地方了。嗯，这几天就没找你了，真的？没有啊，他有时候找我，我跟他我就回绝了。他像昨天说什么，他传那个交友，那个他就想要去交友。他有没有讲说，人家我们是累到没有时间了，妈的！你知道所谓的，你在新闻看到那种交友，我那狗知道，啊，男来电，女来电嘛。他现在头壳是怎样？一直想找搞一个老婆还是什么？那不是老婆，他纯粹就是说精神有毛病。你是说他精神上有点？他不是他没认真工作嘛？还是说他爸爸本来就没有心的？对啊，我就问过他，你在办公室，他说他没有心，没有心他想干嘛？他没有心，只是待在那里领薪水。对啊，他爸爸能做只能这样。他所以说，他就是没有用那个，只是闲无所事，只是靠着他有他爸在。如果今天他没有他爸的话，那你刚好就，他爸是他的靠山。他有没有讲说我们还有劳保健保？
他没想那么多，他反而认为我们这些啊，你们这些都没有用。我们是贱民阶级啊，他认为说我们都没有用啊，你只是做一些。因为他来说，我就是闲着整天想交配吧。他的问题就很奇怪。变成我们跟他是不同时空的。嗯。可是他不是认为说我们这些都没有用。他不要讲说人家从早拼到晚，为了我们已经有年资了，只有他年资。你自己看那天拍的，你就是中年人的身材，大肚子，一个老已经变成老人了，那、啊、他还不知道吗？他也是老人哎、欸。他不认为他老人，还不知道怎么样。他不知道什么叫老。老了就是本身的病，然后体力也不行，精神。他认为他的体格这样算健康，你正常去看看，他认为他这样算健康。他没有肌肉啊，他是瘦的皮包骨那种。而他遇到坏人了、啊，他也没有吃保镖啊。那个瘦好像是不健康的病态、啊，那跟那个史蒂文他那个前女友一样，好像是皮包骨而已啊。啊、皮包骨的人就是有毛病嘛，精神上啊很多都是。但我跟你讲一个事情，瘦不代表健康，瘦你要看状况，你要到美，那、啊、美就是说你肉一定皮才是。可是有些人就认为瘦就是健康，就错了，瘦的病态那个样子。像周志轩，他那种是算病态。谁瘦的变病态？我们那个哦，可是我是胖的病态啊。你几斤？我80几公斤。我百几啊？我上最110个。110个？你刚刚看啦，长得有点平淡。对啊，到去年就是有几个结石啊，再后来就散落啊。对啊，你啊边坐下边聊都嘛，你用跑步的就他没有跑步了，当地他袂走哩啦，去下路是散步啦。去做拢行啊，那个。袂见啦，我走都快啊。我袂见，我买电车车。阮那个拜鬼，我们那礼拜几去扶龙？拜礼拜四。对啊，拜四，阮去空调去投啊。对。啊，就爽一天啊。迄是在行火车头头前古路，我咧行过，迄短行，还要行长的脚袂动的啊！我伫当地脚，我一只脚尔。无啊，去遐人少，咱就较远啦。袂瘾啦，做宅男袂瘾，我是主管。没有啊，宅男坐不住啦。你管理厝的几艰苦的。啊，就上班啊，上班下班就去做鱼啊。下班走去倒啊？上班下班两块回家，都是家里没温暖嘛。家里没温暖哦，买个那个啊，没当回家生活啊。没有啊，就是也没有娃娃，娃娃要买个有温暖的娃娃。叫我点点啊。我主要是头发健康嘛，不掉毛孔。菜瓜，老板带一个鲷鱼好啊，好嘞。鲷鱼啊，哎，就这样。那你食欲大开了。我十四个小时没吃饭了。14个小时没吃饭，你是要哪去变掉？调够味。昨暝卡闹着，啊，去厝诶，又滚嘛，又滚啊，又啊，食三包卡才袂食，才会变出来。啊，人诶。啊，你厝诶拢无啥物放物诶？我即个厝诶无放存粮啦，我放这样有啊三包食了。我这啦，这他长，也就啊，你就那边春天晚上也把它变，营养少呀。有啦，有啦，那就更加啦。晚上还有啊。还有个小弟。这牛奶锅好吃，其实最近你下次吃这汽水牛奶锅都很香。
强强来钓到的鱼。哦，钓到的鱼，这个鲷鱼是乌龟鱼啊。鲷鱼就是乌龟鱼啊。哦，以后名好较好听啊。台湾黄金鲷啊。我怪乌龟也较好听。都是这些刁民吃钓鱼。哦。可是以前这个乌龟鱼都有的吃。乌龟鱼这个土龟鱼，现在土龟鱼，现在好像是人在海用海鱼。海鱼是有。能吃的，但是在海里面。他以前大湖的湖里面的什么鱼，那个。那个吃大便的。那个有在就在那个湖里啊。对啊，哎，他不会有那个土龟鱼这样子。它可以控制，比较不会有那个细菌病毒感染啦、啊。怪以前大湖里面的那个人都比，臭豆皮就很臭。睡着就靠到我这边来，我就啊、结果我也被你靠醒，后来十月大笑。对啊，我也是最配的啊。他没有，你说你有听到我在？我有听到你打呼。我刚好靠过来、啊。我是整个人都已经放松睡觉了、啊。那、啊、你靠过来就醒。他史蒂文就很醒。他靠过来，你请你说很聪明啊。都话你笑讲，啊你是安怎？肖强玉啊。对吧？我之前就伫电影院，算讲，我这个我做这种其实都过头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电影院我坐落来，我有下，下啊，这好像有淡薄骨折，我这个，啊，起来个动，起来，我到人动袂起啊。人你看电影院，那个郭晶晶一张上百几部，我咧狂啊。对啊，你讲你无时间看了。啊，如果有直接就看好。你刚刚应该就舒服了，我看手机啊，我去遐放平山，免去
就素食啊，我最近又用汤的。伊啊，够够嫩的，啊，平常是爆米花，够烤肉，啊，就食个爆米花，因为就出一个，就一个那个。我那二头三十年的头年时咧，厝头家咧，去台湾逛逛逛，迄个。我掉，伊无爱换咯，我无爱讲嘛。就我掉不新变的呢，那以前的人一直换不来。那个是窗型的，你那个是窗型。如果我现在以前的窗型跟现在窗型那个省电也是差的。有的新的它没耗电啊。对啊，那个而且耗电，它我的窗户我都烧的清明哦。有啊，我们机电就说他以前那个窗型跟现在分离式。差个几两千多，哎哟，差很多呢。真的啊，现在的跟三省电的那个差很多。一毛我还敢点评的新的是，是讲就是杭州嘛，新菜就小水者，啊就进不掉，硬我就进不掉，我就。没有，安尼台是另一台是杭州的啦。你跟杭州讲一下，你要换一台啊，太浪费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无不要不，大地方无空间。啊，那个房东现在都关好了，地在太原路那里。你房东好像也不要怎么样。他打一阵，他好了吗？嗯，脑筋不好，很偶尔妄想症。他好像是乳癌啊，还是子宫颈癌？忘记了，这种东西活着就对了。啊，从多少时间，多少时间呀、啊？陈旭，你要不要再加料？不要。啊，你是我啊。我这样刚好。我还要吃冰淇淋。好，你等下换你吃，换你拼冰淇淋的。哎，等一下换你吃冰淇淋。我的角度调过来一点。因为冰淇淋我刚才吃两碗，有开胃，有那个效果出来。啊，有当下我这胃就是无，你无少适当的物件来打开，啊，就现在有当吃不完。那你们那么干，你们那么干，现在情况才成这样，还是要控制一下。主要是讲我这个，现在那个三高有那个。哎，主要是讲我时间，现在坚持到这等六十点。啊，我带你都还不起来早，就早上我去吃那个汉堡，一杯奶茶。对。我到刚刚十点多，不要啊。到十点多我就饿了，我还想要想想不行，我要控制一下。对啦，因为晚一点中餐，你主要无连休，啊不，看特别我们这个还是要控制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讲生理反应啦，你不来时间搞，是要进食。啊，就是我要吃完不到两钟，我都饿了。有那么快哟？那不要只讲你就超的呀。我那个吃一个汉堡，汉堡热量是从超标还是高热饱足感？还是说像你以前你吃东西都好像没饱足感，一直想要吃这样？对，那有淡薄是焦虑啦，压力都是安尼，足侪物件拢是压力紧张。所以我都会要克制一下。我那个是多撑一点吃肉，买中餐的。啊，你也买，你也无糖，不是你微波的。我胃，你胃，你胃是觉得记得想要吃物件的，你胃可能是枵一枵，我你是无量，无量缓缓和一下那个饥饿感。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是特别想吃东西。你就啉，你只要无量缓和小季节就好啊，就不然我什么苏苏打饼干啊，吃那么多啊。我那至少吃到几公斤，我放心。代谢慢啦，啊，生活压力大。啊，我来讲，我是超啊，我。你刚去生鸟啊？七分钟老干。鸟啊！生鸟也啊，生到老干。哼！那鸟啊，比鸭我都鸭该死啊，该烂啊。那鸟啊不理你。那又多我笑的啊！我都该露营啊！啊，露个七分钟啊！上次去买大冰红，那个狗也是把你当。不理你，狗不理你。你逗它，它好像摇一下尾巴，然后。它是觉得你没有好处哦。它不是，它有闻你一下，它觉得说这个没有鱼腥味还是什么。超市的，而且后来就不理，看到后面蝙蝠，啊就不理你了。后来他动作就吓，动作，啊去拜拜，你说去打鸟啊，也用有条鸟啊滴啊来供人啊。那个要吗？要个等一下，来客人接多了。哦。
上扬多少？没有上扬。不好用吗？好难用。那股市前的好用多少？对啊，很大好的。那好多是谁把它打好的？你这样子，那老板他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是干啥？现在我就上场就回来了，就说，他说，你就冲快速跳了。哎呦！我玩不到。你要开始吃冰淇淋了吗？对啊，我要吃冰淇淋。哦，那我锅吃完了。啊，镜头聚焦你前面。我锅吃完了。对啊，而且你也问不问吗？问你啊。